距离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以及立委林长组的罢免案投票日只剩下最后的三天，副总统赖清德今天特别发布了影片来催票，是全程使用台语来拜托在地的乡亲要相挺林静跟林长组，这个礼拜天一定要站出来投票，也带您一块来关心。2022年的正月初九，您将会再次创造台湾选举的历史记录。您手中的新型的选票，不只是会当终止破坏民主的报复性罢免歪风，也会当让真正优秀的人才在国会推动国家建设，造福人民。恳请台北中正万华的乡亲投下无同意罢免票，终结恶战，拒绝霸凌。恳请台中第二选区的乡亲支持温柔坚定的林静怡医师，进军国会，迎接新政治。正月初九，乡邻乡赢，台湾一定赢。